治疗性支气管禁术电烧术。原理：支气管内电烧术是利用支气管禁将热探头或特殊的电烧器械深入到气管内的病变部位，通常是恶性肿瘤，进行止血或切除肿瘤的治疗。原理是利用电流导入组织内，产生电阻生热，将组织水分蒸发掉，组织内的糖分与蛋白质形成结痂状。电烧组织的深度与使用电流的强度与时间接触的面积有关，组织内或表面的血液与粘液也会影响。肿瘤较大时，需利用圈套状热除器以电刀的方式先切除掉大部分的肿瘤。接着再用电烧钳或热探头进行剩余肿瘤的移除和止血。电烧的效果会在电烧后24到72小时达到最大，有时可以等到2到3天后再检视成效，做进一步的治疗。置放支架，适应症。当肿瘤压迫到气管或支气管，造成管腔狭窄或阻塞时，植入支架，撑开管壁，以支架力量维持气管或支气管的畅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支架的实体的结构，也就是在常温的时候呢，我们的气管支架是被一条细长的一个丝线缠绕在白色的放置导管上面。那这个白色的放置导管就是要顺着我们的导引钢丝呢置放到病人应该要置放的位置之后，我们拉扯后面的这个黄色的拉环，将我们这个细丝线呢逐步的松开，让我们这个气管支架能够顺利的放置到病人的气管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拉开之后的一个支架的一个形状，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跟缠绕的时候的形状差别相当的大。置放支架之前，应先以 CT， 最好是 Virtual Bronchoscopy， 事先确定阻塞的程度与长度，决定好支架的形式、长度与内径。若要防止肉芽组织或恶性肿瘤入侵支架，应选定有 silicone coated sheath 的支架。考虑气管或支气管压迫的情形，则用 distal release 或 proximal release。如果在支镜下无法看到阻塞的远端，应选用 proximal release 较好，以确定支架放置位置是否得当。病患通常不用深度麻醉，所有步骤应尽量在无菌环境下操作。支气管进经口进入，确定好病灶位置后，由支气管进的 working channel 放入 guide wire， 再拿出支镜留置 guide wire， 接着由鼻腔深入支镜，置放在病灶上端部远处。将
支架导管沿着该外进入气管或支气管内，在支气管镜检视下，将支架置入病灶位置，调整好位置后，将支架导管的引线抽出，支架则随即撑开。抽离支架导管，确定好支架位置。若位置不当，在支架未完全撑开前，可以用切片夹夹住支架，移动位置。拿开支气管镜，让病患休息5到10分钟，再检查支架位置。另一种定位方式，支架置放也可以在 fluoroscopy 引导下，先以支气管镜定位病灶位置，再放入支架导管后，利用支架导管上的特殊标记确定支架置放位置。注意，支架通常需要24到48小时才能完全撑开，效果才会达到最好。再就是说，前面这 stent 呢，并不是全部都是 stent， 有一部分只是它的线头，只是它的前面那个线头而已，并不是全部都是 stent， 好，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所以等一下在支架上面看到黑黑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是 stent 而已，其他不是。好，那 stent 我们给拿起来。支镜拿起来的时候，类似用 CV 一样，这个要稍微，不可以再整，就是要稍微有一点是往前的力量。OK， 现在把开完放进去以后，然后就可以从内手进去就可以了。那现在就是我们在那个支镜底下去观察，然后这个 stent 就从这边进去。这是 distal release。好，好，你放开，你放开。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stent 就顺着这个下去哈。那这个是 stent 的头哈，它再下去一点点哈，这个才是线头那个地方，它卡在这边，那它 release 的时候还稍微往前一点点。在后面，在后面，我看到没？我们看卡拉拉的位置在这边。啊，就这样子。那这个再放，它再稍微推往前推一点，因为这个卡拉现在开始在捋意识。再后退一点，再后退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是卡兰，他现在在我们这边卡兰拿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就可以，我们就会就可以放在这边。对对，你放开，你再后退一点，多的再后退一点点。手信吗 ？OK， 好，就是这样。好，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stent， 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前面后面去看它的 position， 那我们大家卡在那边，卡在那这边 ，OK， 外面 ，OK， 好，那这再放 right side 这边。支气管镜检查后，提醒病患该注意与了解的事项：一。检查后，病患若有任何不舒服，像是胸痛、呼吸困难、头昏等，要立即告诉医师或检查室的护理人员。二、检查后，部分病患会有轻微发烧的现象，可多喝水或服用退烧药来缓解不舒服的感觉。但若是发烧超过一天，或持续高烧，或打冷战，或是昏睡的情形，要立刻至医院急诊室就诊。